Das ist nicht wirklich fassbar. Das ist, man hört es von anderen Ländern oder so, dass da irgendwie sowas geplant ist, aber das ist dann vor der eigenen Haustür passiert. Das ist, also, die Regierung ist nicht immer so ideal, wie wir sie gerade haben, aber besser wahrscheinlich, als die geplant hätten. 德国一战失败，是因为国内爆发了犹太人领导的工人起义，你会相信吗？ 至少1918年的德国人是相信的。 1918年11月9日， 德国工人起义攻占了皇宫，工人领袖里布克内西升起了红旗，宣布成立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匆忙逃往荷兰避难。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败在战场上，而是被以犹太领导人为主的德国斯巴达运动从内部给推翻了。而这场运动的所有资金全都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的，就像当年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的资金， 全是德国人提供的一样。那犹太人为什么要资助德国工人运动呢？这还要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说起。流浪千年的犹太人一直追求建立纯粹的犹太人国家，这种思潮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一战爆发，犹太精英在各个国家寻求帮助，最终英国人答应要想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人必须帮助英国打赢一战。于是犹太人在德国成立名为斯巴达运动的组织，秘密的领导工人运动，颠覆德国政府。 1918年10月25日，德国基尔港的8万名水兵在工人组织下拒绝出战， 11月3日直接爆发了起义。 11月5日，汉堡7万名工人罢工， 在基尔港起义士兵的帮助之下成立了工兵苏维埃政府。 11月8日，工人运动领袖里布克内西趁着德国后方空虚， 亲自走上前台直接发动全国暴动。这是犹太人第一次操控了历史进程，虽然这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秘密，但是在当年 却是路人皆知的。当时还是一个下士的希特勒和很多德国人一样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再加上接下来凡尔赛合约的签订让德国受尽了侮辱，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让德国人的财富被洗劫一空。因此，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犹太人充满了仇恨。所以，当希特勒把反犹作为自己的政策的时候，他是根本不需要动员的。整个德国社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再被犹太人从背后捅上一刀。